铁粉啊，这关注我这么久了，对吧？一直以来也很支持，也很支持阿伟，咱们就全力以赴的杀一杀，好不好？团结就是力量，最后3分钟来，这把不能再输了，这把让子墨输，让子墨唱歌给我们听，好不好？按照到阿紫间去了，哇，感谢我，感谢我肉瓜哥哥。感谢我鹿哥送来的飞天鹅，感谢鱼哥啊，感谢鱼哥送来的墨镜儿，谢谢，感谢叔叔阿姨哥姐妹，感谢大力支持，谢谢，加油，奥利给，加油！哎，委屈子，感谢加油，奥利给，这下雨了，这我也没有带雨伞，没事啊，就这样包就行了啊。来，叔叔阿姨哥姐妹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咱们加一把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来。感谢所有的玫瑰花，来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最后两分钟的30秒，咱们直播间有没有威武霸气的大哥大姐站出来帮我打一把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，站出来帮我搂他一把。各位家居的家人们出一口气，好不好？感谢所有的玫瑰花，谢谢燕子，谢谢。哇，感谢我们鱼哥啊，感谢鱼哥再次送来的墨镜儿，哇，两个墨镜儿，谢谢。谢谢鱼哥，谢谢，感谢收的墨镜，谢谢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哇，这感谢我们这位姐姐收来的飞天鹅，这个大大鹅，谢谢收来的大鹅，来，最后1分钟的50秒，咱们家团结一下，好不好？直播间的女神们、男神们，咱们加油，好不好？直播间二位的女神、男神们，咱们加油。不要输给他，好不好？这次不能再唱歌了，让他唱歌，好不好？咱们加油，好不好？对，加油，加油，咱们团结一下，加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哥姐妹，加油！最后1分钟了，只有1分钟了，叔叔阿姨哥姐妹，咱们最后1分钟了，咱们加油，好不好？咱们这边加油，好不好？哇，这感谢送来的飞天鹅，这要纸飞，感谢送来的纸飞，谢谢纸鸟，谢谢哥哥姐姐们，来加油！咱们这边现在最后只有50秒了，只有50秒了，对面有大哥要偷塔呢，对面有大哥要偷塔呢，咱们守住他好不好？咱们守住他，加油！最后40秒能不能偷一下塔？叔叔阿姨哥姐妹。最后40秒，咱们团结一下，好吧？团结一下，不要被对面偷塔了。对面来个特效，咱们就输了。最后40秒，咱们偷一下塔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刷一们，加油，加油！输赢就看这最后20秒了，输赢就看能不能偷一下塔，能不能偷一下塔。最后20秒了，20秒！哇，感谢紫叶送来的飞天鹅，谢谢！来加油，最后10秒钟，10秒钟来，刷一个姐妹。感谢送来的墨镜，谢谢，感谢黑哥，感谢黑哥送来的墨镜，谢谢。来，最后3秒钟，我嘞给，赢了没有？输了是赢了是吧？那只会自己房间关，没在播。输了是赢了，输出一个几枚，赢了是吧？非常感谢咱们家八一啊，给咱们家八一点一波关注。你看啊，这八一，还有八二，给八一、八二、八三点一波关注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叔叔阿姨们，感谢八一、八二、八三，谢谢。移了是吧？移了就好啊，移了就好。对，感谢八一、八二、八三，给八一、八二、八三点一波关注，谢谢，加油，感谢啊。让阿紫表白啊，这让他给我表白，他可能不会给我表白，知道吧？这女孩子，这对面这个女孩子太脑壳太尖了，这不能让她给我表白。来吧，我不是这还没有点开上哦，可以了，来吧。你输了吗？哦，我输了，哦，不是你输了。好吧，那我叔叔阿姨们都说让我唱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啊。我叔叔阿姨们都说唱，给我唱，让我唱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哦，月亮，月亮，
月亮代表你的心是吧？嗯，对。代表你的心和我的笑。代表我的心。那我就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吧。可以可以啊。哈哈，但很尴尬。那我就唱了。你问我多爱你有多少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爱也真，我的情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有多爱你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不够，我的爱不变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，一句答动了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你有多问我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好了好了，真的啊、哦，真的正儿八经的，我的天哪，这，哦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面哦，我以为你只是长得可爱，只是心底善良，没想到你功夫多得很哦，你功夫很，是不是好老的歌？没有啊，这首歌才好听啊，这首歌以前我很喜欢听的。谢谢，因为我们上面不是有月亮吗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哦，那你喜欢我吗？我说心里话，不能笑。来看着我说，你真的喜、啊，你真的喜欢过阿伟哥？我的手机没电了。你真的喜欢过阿伟哥吗？什么？你在这里说这种？不是，不在这里说，那在哪里说？在我们两个单独说吗？不是啊，说实话阿子，我们两个认识那么几个月了，这你说句心里话，这到底真的有他们说，他们说我叔叔阿姨们说还用说吗？不是你自己说嘛，我也你自己说。还用说吗？你感觉不到吗？对不对？哎，这不是你今天晚上这首歌唱的好像就唱给我听一样的，我感觉心里面对、啊、唱给你听的呀。心里面有一种。你去想一想，你去看一看，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轻轻的一个吻。这什么意思啊？轻轻的一个吻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说了。啊？不说了。轻轻的一个吻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？嗯，没有。我感觉这首歌很适合唱给我听，以后你天天唱给我听啊、哦。好。然后我去了解一下这些歌词是代表什么意思，月亮代表你的心，然后你代表阿伟的什么呢？你好，说句心里话嘛，我们两个认识那么几个月了。对吧？平时这还要说吗？我说啥也没都替我说完了，这个还要说吗？平时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这也没有代表，也没有说过心里话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你去问月亮吧。月亮怎么说？问的呢？那你有没有喜欢过我嘛？说心里话，我今天想起口听。叫阿伟给你买个奢卡，没事没事，不用奢卡。我今天晚上想听你说、嗯、说嘴上说出来的。你说一下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去阿伟哥直播间说吧。
他们又不能代表你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跟他们说过了，所以他们都知道。你的心是放在你的心里的，他们又看不到，对不？他们只是外表上看到的嘛。我要你亲口嘴里，我要你嘴里亲口说出来。等有机会了，我亲口跟你说。机会是什么时候有机会啊？现在我手机快没电了，我说不完了，应该快断了，快关机了。是吧？就等它关机吧，自动关机吧。什么时候关机了，什么时候就拜拜了。是啥一个级嘛？直播间2900多个人，马上3000个人了。没有关注啊，伟和啊子墨的，给我们两个点个免费的关注，好不好？对，点点关注。因为以后我们两个都用，他也用他那个小号，我也用我这个小号直播。因为那个大号，我们两个的大号都被限流了，所以呢，就不直播。那个，然后就用这个用小号直播，这小号天天都会直播的。大家没有关注我们两个的，给我们两个点个关对，注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叔叔们的关注，谢谢。不管未来阿子木我们两个走到结婚生子也好，或者走到分手也好，或者走到哪一步都会让大家看到的，好吧？那么希望大家的祝福，对吧？我们两个绝对会是走到终点站的啊，必须要走到终点站，对吧？不到终点站，我们两个就不要回来，好吧？一直走，往前走，走到终点站，好吧？然后大家给我们两个点点关注，好吧？对，以后我们两个都用这个号，用我们两个，他也用他那个号，我也用我这个号直播了，用这个号发视频。大号的话就一个月就报个一两次，所以呢，大家没有关注我们两个的，就给我们两个点个免费的关注。对，谢谢各个吉叔阿姨们，感谢谢大家。谢。那我哥，今天你也不要生气了，那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我怎么可能生气呢？我这开戏都来不及了。你看，你今天晚上还唱了一首什么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给我听了，我这不今天晚上睡觉都睡不着了。这，然后我也手机快没电了，我也要休息了。我今天晚上回去都，我把这瓶可乐当做你这样抱着睡觉了，乖，睡觉把了。这瓶可乐代表月亮吧。我就说阿紫，乖，快点睡觉了，乖，这样子，轻轻的靠在阿伟哥肩膀，这样子睡了。哎呦，他们说你是渣男，真的有点像哦。哎呀，这你他们不懂，渣男是什么？渣男是你怎对么每还知个道女。这种？哎呀，轻轻的睡了，还有这种。不是，渣男是对每个女孩子都说的，我是只对你说的。那么这不叫欢心，我只对你欢心的嘛，对不对？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，那么要对女人要，对吧？要有点坏坏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女孩子才会喜欢的。你喜欢坏男人吗？不喜欢坏男人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那你喜欢只对你坏的男人吗？只对我坏，肯定会对别人坏的。不会不会，那只对你坏的呢，就对你坏坏的那种嘛。好啦，行吧，那不跟你唠嗑了啊。你那个啥，你也辛苦了，也播了那么一两个小时了，然后辛苦了，然后你就那个啥吧，啊，早点休息吧。就早点休息吧，我那个宿舍里面聊两句，我也回去了啊。好的好的。小娃都。好像肚子饿了，在这里没有鸡舍了，小豌豆。好的，那就最后10秒钟来点个关注吧，来叔叔阿姨哥姐妹，对面的也给我这边点点关注啊，我以后就用这个号。你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咱们这边呢没有关注阿子墨的，给阿子墨点个关注。对，阿子墨以后他也是用那个号直播，那个号发视频，因为我跟他之间，我们两个也有个大号，我们俩。但是那个大号被限流了，所以我们都不用大号直播了。那么用小号直播，所以你们关注我了，就看得到我们的直播。你们刷到头程上，在茫茫人海中刷到我们的视频，那是缘分，对吧？那么不关注我们的话，就错过了，就明天后天就不一定刷得到我们了。对，而且是的。免费的关注，明天晚上我们直播的时候也会提示到大家的。对，谢谢。来点个关注，直播间3000个人，来叔叔阿姨哥姐妹给对面阿紫点点关注，也给我这边点点关注，好吧？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拜拜。拜拜。来，这么做一下，来这么做一下噻，来，当当当，来，当，当到了没有？再来一次，来。哦，对。
哎，拜拜。来这样子，再做一次这样子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好了，拜拜，不跟你玩了，不要开玩笑了。好的，拜拜，嗯，晚安，对，梦拜你见拜。啊，梦你什么都有，记得来梦你梦月你，亮代表我的心，挂来着梦月你，字。我在梦你，我带你去香港旅游，好吧？啊 拜拜。拜拜，挂嗯，了吧。嗯，你挂吧。拜拜，晚嗯。安。哎呀，人啊，人啊，这人啊，这人生啊，我们的人生啊。感谢点赞，谢谢。你看我这不又火啊，怎么开心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们看刚才他那个啥，这刚才我们两个争了几句话，所以他心里。因为他可能也有喜欢我啊，所以呢，也许我一句话就会影响到他的心情那种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我说一句好听的话，他又开心起来了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的影响力很大的，现在知道吧？这灯光不太好啊，所以这个范型黑黑的，这范型都看不清楚嘛，我这范型。是不是有点长了？这头发有点长了，要去剪个头发才行了。你看这忙着，天天忙着来找啊，怎么这头发都长了，都没有时，没有来得及剪啊？天天忙着去找啊子木，然后想剪个头发都没有来得及剪，没有时间了。这啊子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，但是我在她心里影响力太大了，所以也许我吼她两句，她就会心里难受，就会哭。也许我说几句开心的话，她就开心起来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其实我也不是说哄她什么的啊，对女孩子呢，要有点，要学会哄她，也要学会不对的地方，也要学要说说该说的时候要说，知道吧？不能一直哄他，知道吧？如果一直哄他的话，他就飞了，知道吗？我要飞得更高，他就会飞了，懂了吗？所以我跟你们讲啊，那心里面肯定是要把他放到第一，对吧？那是你未来的女人的话，对吧？但是呢，这个一路的过程要有点跟他。拉丝一下，对不对？该吼他的时候要吼一下，对吧？该说他的时候就说一下，对不对？